们星期是排骨。Hello， 老板你好。嗨，嗨，老板，这里开了多久啊？啊，1975年7月10号，差不多40多年了啊。40多年了，有40多年的历史。以前我在那个玄宫那边呢，玄宫那个老店，30多年，搬来这边啊，14年，然后这里是星期几开到星期几？每天开，啊，每天开，Morning 7 until 4:30。我们是 until 4:30，早上7点到下午4点半。我们没有休息的，我姓杨，名叫荣平，是这里的老板哦。然后老板娘，谢谢你啊，未来接班人。老板的儿子。什么姐姐？没有，我要加入了，2包8了。这是以前的老板的旧店啊。这张照片是老板40多年前的照片。老板跟他的老婆。OK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排骨啦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酸辣菜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肉圆，它的肉圆是非常的大力。这巴生的特色就是拿稀饭的饭放上黑酱油。才能显示它的特色。台东啊，这个就是这里出名的排骨啊。啊，开动啦！试一下味道。大导演，大不错。好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。